等两个小时还不开始，您吃那么久，怎么回事？还不开始？哎，林特助，咱们厉总跟叶总在里面谈了那么长时间了，外面等着两位老板主持开幕呢，要不咱们……着什么急？里面谈不清楚，外面的戏没法唱，等着。老了，不中用了。感觉好些了吗？谢谢谢谢谢谢。外面的锣鼓点已经敲响，就等着我们两个主角登场了。哼，我不是难为你，只要你不插手那两块地，我就陪着你把这出戏唱下去。叶总，这个酒店虽然你只占了10%的股份，比不上我这个大股东，不过说到底你还是老板，搞砸了今天这个开幕，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能把三环上的几块地让给我，我就陪你出去风风光光地主持今天的开幕。如果你不同意，我相信明天早上财经新闻头版就会有你力士集团酒店的丑闻。叶先生，你知道我在你们公司中持有20%的股份，但我现在觉得只是当一个小股东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对贵公司的兴趣了。李先生真会开玩笑啊，我的三个楼盘马上就要揭牌开卖了，到时候股价会涨了又涨，我非常清楚你现在的资金状况，想收购我欠考虑吧。你那三个楼盘的预售许可证还没有拿到，不是吗？又怎么样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剪彩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的等待。慢点，小姐，歌也唱完了，舞也跳完了，怎么还没有看到您那位好朋友厉总出场呢？今天到底是庆祝酒店开幕，还是曼迪小姐您借此机会向媒体宣布您和厉总的好消息呢？说一说什么好消息啊？孙氏一直是你们的承建商，但他们也一直在找适当的机会要收购你们的公司。那三个楼盘注定是会大卖，所以任何人都想要分一杯羹。据我所知，他们也持有贵公司32%的股份。如果他们得到我手中的股份，恐怕你的公司将不再姓叶了吧？想一想你的儿子吧。你跟我合作，他这个富二代或许还可以接你的这个班，你也可以保住自己的公司。如果你今天非要逼我跟孙老板合作，那么他就会跟公司的其他人一样，这辈子就当个跟班吧。李老板，事情不要做得太绝了，你就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吗？我立柱谋，上无父下无子，不需要后路。在今天这样一个好日子，有这么多爱戴我的粉丝，还有支持我的媒体朋友，对于我来说这才是好事。我很感谢大家对我恋情的关心，那我就告诉大家，我爱他，更爱你们大家。后生可畏。李老板，我非常佩服你的聪明手段，够狠，
行。小叶，我刚刚跟你爸爸在里面确定了你们会有。加油。有内鬼。各位来宾，力士集团盛华酒店开幕典礼现在正式开始。非常感谢到场的媒体朋友以及各界来宾，相信大家都知道，力士集团是国内知名的机灵点、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把这个文件影印50份，明天开会用。徐经理，今天我儿子过生日，我可不可以不加班啊？我保证明天早上我一定把它印好。不行不行，明天有明天的事情要做，生日年年过，少过一次没什么，但是班儿一定要加，去吧。哎，拜高踩低，天生的太监命。吴桐，别理他，这个我帮你印了，你赶紧回家给儿子过生日去。小小，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哪儿的话呀，你帮我这么多忙，老好人，这忙呢就算我送你儿子的生日礼物了啊。哎呀哎呦，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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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人带孩子也不容易，快回去吧啊。
别让彤彤等急了，快快快，快点回去。快，谢谢谢谢谢谢。哎呀，真的谢谢、啊、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走吧走吧。巴士赶场到了，请后门下车，下车请等候。不好意思，大姐让一下。喂喂，吴桐，你在哪儿呢？我在公车上，马上回去。啊，你等一下，大爷您来坐吧。啊，谢谢。哎，彤彤等着急了吧？你就跟他说我马上回去。不是，哎，你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喂，喂，你好，请问你是吴彤彤的家长吗？啊，我们从他身上找到您的联系方式，他现在受伤住院，请你到燕达医院急诊室来。什么？停车！停车！停车！师傅，停车！停车！师傅，我儿子出车祸，求求你停车好不好？师傅，求你了！这是不能随便停车的。师傅，没大哥，你下什么车呀、啊、你？输血救治，否则有生命危险。那你们给他输血啊？你是什么血型？我是 B 型。你的家人和直系亲属有孩子相同的血型吗？不要，李医生，各大血站都已经联系过了，最快要5个小时才能到。5个小时，太长了。我很难保证孩子能否坚持到那个时候。病人家属，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不要，彤彤，彤彤，彤彤，请问一下，这个小孩还好吗？如果不是病人家属，麻烦你到外面等候，不要影响我们的抢救工作。救救这个孩子好不好？我救救你，帮我救救这个孩子好不好？我救。
救他。你如果不把话说清楚，很抱歉，我不能答应。因为他是你的儿子，他是孩子的父亲。先生，你是不是这种血型？如果是的话，你就救救这个小孩子吧。李总来了，仲萌，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里面怎么样了？发生什么事了？没事，今天做得很好，辛苦了。待会儿早点回去，明天打电话给你。嗯。监督，嗯，如果有个女人突然告诉你她的孩子是你的，你怎么想？什么意思？刚刚在医院那个受伤孩子的母亲跟我说，那个孩子是我的。啊？小宋，叫他回去，快快快快快！不用，先把事情调查清楚了再说。把这个拿去做 DNA 检查，我倒想看看是谁敢跟我开一个这么大的玩笑。受伤了，你只要乖乖地躺在床上，不要乱动，他很快就会好的，知道吗？妈妈，你的头怎么了？妈妈摔了一下，没关系的。你看到我的照片了吗？彤彤，在这儿呢。我的生日过完了吗？
彤彤的生日还没过完呢，怎么了？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彤彤，就是为了给妈妈拿这张照片才受伤的吗？嗯，因为妈妈喜欢曼迪姐姐，所以我才找曼迪姐姐签名的。可是彤彤为什么要说妈妈喜欢曼迪姐姐啊？因为曼迪姐姐出现在电视里，妈妈都喜欢看。彤彤真乖啊。我许了一个生日愿望，我希望爸爸快点从魔法学院回来，和我还有妈妈永远生活在一起。我的愿望会实现吗？彤彤，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知道吗？嗯。乖，闭上眼睛睡觉。小孩的妈妈，我求求你把我救出这个孩子好不好？你如果不把话说清楚，很抱歉我不答应。因为他是你的儿子。李总，这个孩子的确是你的儿子。那女人呢？这个女人叫吴桐，27岁，南京人。大学最后一个学期，的确在历史实习过。正好是5年前。你不会一点印象都没有吧？你对她有印象吗？我没有印象。但我查过了，她是在咱们公司行政部实习过。咱行政部的经理3年前已经辞职了。我打电话问过他，他说的确有个女孩叫吴桐，在他手底下干过，而且很优秀。但奇怪的是，实习期没满他就走了，从此销声匿迹，杳无音讯。彤彤今年4岁，出事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算起来，吴桐离开历史的时候，可能已经怀上了你的孩子。然后呢？离开历史以后，他就回到了老家南京。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过多久他又回到北京，在郊区一家卫生院，生下了这个孩子。之后又离开了北京，去了几个城市。去年年底又回到北京，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他的经济状况呢？不太好。哦，对了，他得过一段产后忧郁症。家人呢？母亲是幼儿园老师，父亲是工程师，不过现在都退休了，在老家南京。吴桐已经有5年时间没有回老家南京了。李总，什么事？伯母刚刚打电话让你晚上回家吃饭。放开！哎，李仲谋，你给我出来！好好说嘛！你干什么？我跟你这么长时间，没功劳还有苦劳吧？快出去吧！想把我像狗一样撵走？哎呀，你是不是？好好说吧！放开！别害怕，走吧！放开！快出去吧！放开！快出去！放开他！今天必须给我说法，否则没完。国华，这是公共区啊，别影响大家工作啊。工作，我们都是斯文，有话好说啊。走，走。等着，
见厉仲谋当面谈。你说什么？啊？你刚才说什么？我在这个公司资历比你都老，他凭什么说开我就开我？赵国华，你以为你向叶润祥透露公司机密我不知道啊？啊？和谐社会救人，要换做以前我早废了。你就是流氓黑社会，你守着厉仲谋能得到什么好处啊？他忘恩负义，他就是冷血动物。你以为你是什么呀？你就是厉仲谋身边的一条狗。赵国华，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趁我没发火之前赶紧给我滚，你爹爹不要脸。嗯，狗今天还会跳墙。跟厉仲谋说，我赵国华不是好惹的，惹急了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看你头当白痴，我等着你啊。厉总难得回来一趟，多吃点儿。这些都是厉姐啊特意吩咐我为你做的。陈伯，哎，以后不用麻烦你们准备这么多菜，我们两个人吃不完。嗯，没有胃口当然吃不完了，再喜欢吃的菜对着我这个老妈也不会有胃口。厉姐，看你说的，谁说厉总没有胃口啊？这些菜都是丽姐一样一样精心挑选的，知子莫若母，丽总喜欢吃什么那可都在丽姐心里呢。丽总您慢慢吃，都是您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呢。丽姐，宏大集团的王总请您和丽总去喝他孙子的满月酒。把前段时间我在拍卖会买来的翡翠长命锁送过去，我就不去了。是，多出去活动活动对你的身体有帮助。难得你还知道关心我的身体。我是真的希望你可以多出去活动活动，这样你的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人家抱孙子我去干什么？要让人家知道我有一个一辈子都不想结婚的儿子，还是让人家笑话我们厉家断子绝孙？结不结婚是我自己的事情，你这辈子不是也没结婚吗？你不过就是想要一个姓厉的孙子，一个厉氏未来的继承人，我可以给你。喂，你好。喂，你好，是吴桐小姐吗？对，请问您是？我是厉仲谋厉总特助林建东。吴小姐，我想与你谈一下孩子的事情。你说厉仲谋？他一听说我是你的特助，不光不接电话，连手机都关了。进来。厉总，外面来了一大堆记者，说要采访你有私生子的传闻，我让保安已经把他们拦在一楼大堂了。您看。我马上去处理。
请问外界传闻力士集团董事长厉仲谋有私生子一事是真的吗？如果私生子一事属实，那会不会影响到厉总和詹曼迪小姐的感情呢？能不能透露一下私生子妈妈的情况呢？那这个传闻会不会影响到力士呢？首先，我代表力士集团感谢各位媒体的关心，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人散播的谣言。各位媒体朋友的提问，我的秘书已经记下了。正所谓，真理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如果大家想知道真相，请给我们一点时间，到时候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谢谢。哎，林特助，你在这儿，林特助，林特助。有人故意泄露，否则的话，媒体不会蜂拥而至。看来是有人故意想整你，败坏你的名声。能够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是我身边的人，更有可能就是公司里的人。你放心，让我抓住他，我饶不了他。先别管这事儿，私生子的传闻我不在乎，现在最重要的是这个孩子。明白。吴小姐，看样子你很不愿意接我的电话呀。谈谈吧，就几分钟。想要回自己孩子的抚养权，也算天经地义。不可能！停车！停车！停车！快来停车！停车！你干什么？吴小姐，你不会自己想也该为孩子想吧？你不用说了。你一个人单身，带着孩子租房子住。一个月的收入，去了生活基本费用和孩子的教育费，还剩多少钱？以你这种条件，同住跟着你，不如跟着栗总。当然，如果你要肯放手的话，栗总也不会亏待你，他会给你一大笔钱，能马上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到那时候，你再找个如意郎君嫁了，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岂不两全其美？在你眼里，也许钱非常重要，可是在我眼里，什么都没有彤彤重要。请你告诉李仲谋，彤彤是我的孩子，跟其他人无关。吴小姐，作为厉总的特助，该说的我都说了，但是作为厉仲谋的兄弟，我必须警告你，为了他，必要的时候，我什么事都敢做。我告诉你，除非是我死了，否则没有任何事情能把彤彤从我身边带走。你们有完没完啊？吴小姐，厉总想要见你，有什么条件你亲自告诉他吧。我谁也不想见，以后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吴小姐，你不想见的人就一定有能力可以拒绝吗？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到车上聊聊。我们认识吗？不认识啊。那你为什么会怀了我的孩子？我是骗你的，我是撒谎。彤彤，
彤彤不是你的孩子，彤彤跟你毫无关系。毫无关系？啊。那这份 DNA 报告怎么解释？我不知道。你怀了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都不想要。那次只是一个意外。你利用张曼迪，利用一次意外让彤彤出现在我面前。说，你如此处心积虑，到底想要什么？说出你的条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彤彤。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要彤彤。好了好了，我知道，知道了。说吧。向媒体透露消息的人查出来了，是赵国华。你放心，我马上会处理这件事情。那个人以后再说，请律师做好准备，我要拿下抚养权。律师一直是投行里的龙头老大，新起的几家公司一直盯着我们。如果说咱们在这个时候打夺子官司，我担心会不会影响到公司和您的形象啊？媒体会不会说我不在乎？我现在只要这个孩子。李总，明白。下决心要回这个孩子了，有很多中年企业家都会来这里呢。对不起，李仲谋先生和张曼迪小姐不接受任何采访，对不起。你是这位是谁啊？很长时间的李总来了。李总，李总。我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我一定会通知大家。谢谢。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原来那么喜欢这个小孩子。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跟彤彤特别有缘分。快点，快点！我见他的第一次，就特别喜欢他。就这儿吧。好了，可以开始了吧？我们有了彤彤以后，观众朋友大家好，应该会越来越快乐。您现在收看，我得好好恶补一下怎么跟小孩子相处。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那孩子的妈妈，你怎么打算？我只要孩子，至于女人，我有你就够了。那这个女人岂不是很可怜？你以后会不会对我和我们的孩子也这样？当然不会。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生小孩的。啊！没事吧？张曼迪小姐携她的多金男友历史总裁厉仲谋先生出席了慈善活动，粉碎了外界对他们感情不和的传闻。据可靠人士透露，现在厉仲谋先生对夺子案势在必得。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浙江余姚一对父子为房子闹到了法院，这案子可怎么断呢？万和住在哪里？
吴桐，吴桐，哎，这不会是真的吧？啊，彤彤怎么可能是厉仲谋的孩子呀？哎，这想当初咱俩来北京，你上大学我打工，啊，咱俩可是无话不谈的。哎，你那个时候不只是暗恋他的吗？怎么这么快就有他孩子了？哎，你快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美玲。我现在脑子里真的特别的乱，哎呀，你就别问我了，我不问你，厉仲谋他就不管你要孩子了，啊？我就奇了怪了，当初你这十月怀胎的时候，他跑哪儿去了？雨正睡在我胸口，冷风耳边狂吼，夕阳的坠落，路仿佛墨镜头，蔓延灰暗的云朵，遮挡天高海阔，但却不退缩。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先把伤痛都感受，才懂得什么是勇敢，把黑暗都闯过，才会看到辽阔。不痛，你放弃飞翔的倔强，不痛，哪怕只剩下了寂寞，不痛，要给自己一个微笑，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多闪耀。背影拉长在身后，大步地向前走，当我抬起头，满天星在闪烁，开满鲜花的王国还在为我等候，宽阔挣脱会听到有个我在对我说，只有征服了脆弱，才懂得什么是勇敢，把黑暗都闯过，才会看到辽阔。想的倔强，不痛，哪怕只剩下了寂寞，不痛，要给自己一个微笑，抬头仰望第一道曙光，多闪耀。冲撞，不痛，信仰在心底做炙热。